分享一款最近我很喜欢的全自动咖啡机，1.5千克大豆仓，罐子直接插入奶瓶内。先喝一杯美式咖啡，可升降萃取头，制作进度显示。全自动咖啡机也可以萃取非常丰富的浓缩咖啡油脂。先萃取咖啡后出热水，咖啡液水量都可以自定义。做一个小杯奶咖，瞅这个浓缩咖啡，太哇塞了吧！Nice。点击热奶等待，不喜欢奶泡热牛奶出来也可以做拉花哦，就是奶泡比较细腻比较薄，看下这个行不行。再萃取一杯浓缩咖啡基底，千元价位能到这个水平非常不错了。再自动出奶泡，只需要轻轻一点，轻松拥有一杯奶泡。再制作一杯高难度咖啡拉花，先摆动一条麦穗，转杯再来一条。小兔子身体轮廓、耳朵部分、头脸部、眼睛、身体填充、尾巴、太阳。这款商用全自动咖啡机，心动了吗？记得点赞收藏哦。